咱们叫道，咱们这是学佛是吧？佛就是道，大道自然，自然是道，平常心是道，你顺其自然，你就没有灾难。你违反了自然规律，灾祸就来了，就这么简单。咱们吧，将来都共同回咱们的原有的故乡，本有的故乡西方极乐世界，永脱这六道轮回之苦。六道轮回之苦多苦啊，太苦太苦了，咱们都尝到那个苦的滋味了。现在家家都不平静，人心都非常的难过，非常的苦恼。咱们今生今世要最后一次生身，永远不再来到这个娑婆世界了。咱们回到极乐世界，将来再来不是这个身，咱们是乘愿再来，咱们是菩萨身，咱们可以分身无数，自由自在的遨游虚空法界，度一切有缘的众生，都早日成佛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那时候啊，宇宙和谐，天下太平，人民安居乐业，家家生活幸福。我祝福我的家乡的所有亲人，今生都能够回极乐世界，永脱六道轮回之苦。然后跟老慈父学好了真本领，道家慈航，再到虚空刹土，度化有缘的众生，早日成就。现在万希尔只有一句话，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我在报佛的恩，报父母的恩，报师长的恩，报众生的恩，我更要报双生乡亲的恩。哎呀，我的病苦我自己表演，独眼眼独角戏。我妹妹是无量寿经阿弥陀，我就是以阿弥陀佛四个字。因为因缘不同，家庭的条件不同，我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念头。我为什么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？因为我从小懂事的时候，我妈就说观音菩萨弥陀佛，你深深地把给我扎下的这个善根，这个金刚种子。所以吧，当我学佛了以后，我就一句阿弥陀佛念头。度经是为了明理，农村的不识字的老阿公老阿姨，你告诉你阿弥陀佛，尤其是地仙老法师那个锅炉匠，告诉他就是念阿弥陀佛。你累了你就休息，休息好了你再继续念。那你看人站着往生，我原来不知道站着往生的机理，站着往生是礼仪心佛法的，它是最高的层次，在净土法是礼仪心佛法。我这一句阿弥陀佛，就因为我傻了，我占大便宜了，四个字，你看不就成了？